公啊，你叫咩噶？你叫咩噶？爱爬路啊？整天有事没事就翻箱倒柜的，还去拿衣柜拿衣服。妹妹出来。啊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敏，现在是刚吃完午饭，然后把弟弟带上来，婆婆他们在下面休息。现在他不睡午觉，整个三楼都给他翻出来了，感觉翻衣柜，等一下翻自己的那个小柜子，然后又翻姐姐的那些衣服啊、玩具啊、桌子什么柜子全部拿出来了，真的是晕死了。弄一点零食给他吃，很快就吃完了，那个大嘴巴一下子吃完，然后立刻又开始倒了。没办法，就是给你控制的。他现在这个时候是很喜欢翻东西，我觉得他。然后叫他过来，他也不过来的。他现在是躲在房间里面都不理我的。弟弟，空啊，空，躲起来了，都不理我的。看一下他在哪里，做什么？妹，出去。妹，弟弟，好，出去。妹，喝茶，这个茶还有点烫，等一下给他。看他那个脚。踩在那个纸巾上面啊，还挺聪明的，拿一包纸巾出来，这样垫起来。那他记得，学着我拍视频看一下啊，他的姿势还拿得很对的，然后又拿个计算器，一边回复信息一边算一下多少钱，啊，什么都会，这个小孩子。他还不会拿错的，横屏拍，我手机好多信息，好多那个小视频都是他拍的。去帮一把秤出来，站上去，站好。妈妈，他说他秤好了，让我上去。啊，弟弟垫卡架。看一下多重，这个秤好像不对吧？唔对呢，落呢，唔对呢。下来，他不下来。这个秤不对，要放在平地上才可以。好，凯凯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12.4公斤，那就是24.8。还没有二十五斤呢，这个矮冬瓜。哦，牛筋。牛筋嘿。他说他才2两，给他笑死了，努牛。妈妈。卖妈妈，等你录音着。袜子也不穿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喜欢穿袜子的。走了，没走了，再看，走了。这个脚都那么凉啊！尿，冻到这个脚趾全都是红的。有点皮地啊，自己在擦皮地，看啊，哇，这看啊，哇，有不？有呀，好好。还真的给他弄一点鼻子出来，最近干燥啊，这个鼻子都有点血的。都这样。哦，都这个发出来，你都也没得这个。好，妈妈快。到这。哦，都到了，都这个哈，都到了。我们家这个小家伙啥都懂啊，在地上捡到这个东西，他知道是塞在这个球上面的。哦，还真的是塞在这个位置的哦，真厉害，啥都会啊。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聪明吗？空啊，你叫咩个？喊咩是咩个？嘎嘎。这妈妈去拿鱼胶出来。他还知道这个是什么，还懂得说这个是嘎嘎，不嘎嘿啊，那边你没嘎？奶奶，哎呀，奶奶啊嘿啊，啥都懂，这个是煮肉的，妹妹给你们呀，你们呀老板的来给我发发下有价哈哦，下好啊，莫给咬出脚哈。看这个家伙，如果你们没有看到，真的是不相信的说出来，他什么都会去拿，然后也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的，拿来做什么的，说这个是胶胶，拿来炖肉的，什么都懂啊。这个现在在里面又在翻我那些鱼胶了，我是收到里面房间进去了，
本来之前是摆在外面这里的嘛，他一上来全部收到里面，他还是要放出来。黑鸡有不？啊，鹿嘎嘎，黑鸡有不？鹿。嘎嘎，黑的怎样？嘎嘎。棒棒。哦，黑的棒棒的哈。哦，好好好，黑的强。木叫啊哈。嗯。嗯。木住。嗯，住。牛牛。哦，牛牛，好多它，多它。嗯，这个家伙，其实带它是一天过得很快的，真的。它如果是像早上，哦，喵喵喵喵，像那个早上起床比较晚的话，我们在下面感觉过得很慢的。它一起床的话，过得很快。哦，就最近喵喵嘿啊，啊，你爱得吃，你爱得吃，爱得吃，你记得啊，这只鹅啊嘿，这只鹅噶，哦，这只是白噶。这只是安安的，啊，这只呢？啊，这只。啊，这只哈。嗯。嗯，哦哦，这边就怎样？哦哦啊。哦哦。哦哦，这边就怎样？啾啾。哦哦，这边就啾。嗯，啥都懂。哦哦。